大家好，我是本宇彪，今天给大家演示一下，在家里面怎么能够切出一个蝴蝶形状来。菠萝，好，菠萝去皮后，这样切开一半，然后把刀刃这里用核扔掉。这边再稍微来一刀，好，这样切好放入盘里，大家看一下，看看像不像一个蝴蝶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。